朋友们，我带我的父母来中国旅游了。我父母来自中欧一个小农村，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一直想带我爸爸妈妈看看，我和小安在杭州看看装修好的房子。我想看看我的父母是看到中国人住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反应。Okay. Sme nebudeme. Kde sú pekné potvorky? No, ale to zimu má za to teda za to. Dá. Wow. Tak, je to kao. Tak je kao. Wow. To bude aj pá, ale to aj pá. Prvý raz na Hanžo. Mama, že o mene to fan tien tak je dá, tak je hál kán.就是他在我们视频里看到，就说哇，这个房子这么大。爸爸妈妈对我们家的家电非常感兴趣，我带他们看了我的洗碗机和洗衣机、烘干机和扫地机器人。我爸爸现在也在装修我们的新房子，看到我们家的家电就要羡慕哭了，因为太先进、太漂亮了，在欧洲都买不到。你好 ，Jamie。我在。请打扫。我妈妈超级喜欢扫地机器人，想把它当作宠物一样。妈，因为买电器了。Myslím, že velmi nemá čo upratovat. Musím opět dvěma.我爸爸妈妈最惊讶的是我们有85寸的大电视，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国家很少有这么大尺寸的电视，我爸爸妈妈忍不住比划一下到底有多么长。我告诉爸爸这个电视是海信的。就是，这边电视多少钱？那就是他们说这些品牌已经在我们国家也开始买了，马上他们也会买。我爸爸妈妈一直担心我在中国会不会生活条件不太好，这次来了以后我父母就惊呆了，怎么我的生活这么爽，他们已经不担心我，甚至还有点羡慕。但是我爸爸妈妈不知道，我们觉得85英寸的电视显得太小，我们打算买一个100英寸的，因为我们的客厅太长了，我们的沙发距离电视箱有3米多，所以我们最好买一个100寸以上的电视。我们最后选择了海信100寸激光电视星光 S1， 因为之前那个电视我们除了大小以外挺满意的，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海信。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100寸的电视进不了电梯，但是没想到安装师傅直接把整个电视圈起来了，把小安都看呆了。圈起来以后体积都小了很多，什么电梯都可以进去。然后师傅开始安装屏幕的管架，再把屏幕覆盖上去就好了。挂在墙上只有2厘米的厚度，屏幕也非常的平整，应该效果会非常好。Baby， 电视来了，拿出来看看。哇，好大的，这么大的，这不是会比其他大吗？这是什么？那个就是电视投影，然后投在上面的。投影？对啊。哦，海森。你要看什么？什么都要看，这里。哎，对了，这里还有可以直接对着这个遥控器说，可以。嗯。成龙。啊。哇，这个电视实在是太大了，我的手都碰不到边。这么激动吗？对呀、啊。你看这是哪？这是我家乡索法克。怎么样？感觉在这么大的屏幕上看？
我都不能想象我们国家这么漂亮的。我已经忍不住要试试了，感觉就像画布在墙上一样。这台电视实在是太薄了，怎么还比我们画要薄一半？画还比它高出了一截。而且这么大的电视，眼睛看起来一点也不会累。习惯电视视线放射到屏幕上，再让眼睛看到。和传统的电视比较，看起来更加舒服。怎么样，感觉？太爽了。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视？没有，我不知道看哪里，真的感觉像在 cinema 一样。我去你们国家的时候，也去了你们国家很多人家里。你们国家的客厅也都很喜欢放一个大电视的，对吧？是的。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放这么大的。我也没见过，这个是一辈子见过最大的电视。我不知道电视可以做这么大的。买一个100寸的大电视是什么样的体验？那我先帮你们享受一下吧。朋友们，我们买一点零食回去看电影。小糖。Shinas。哎，我和小安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们两个人关掉灯，拉上窗帘，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家庭影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音响特别不错？是的，是哈曼卡顿的，是不是感觉跟电影院一样？对啊，感觉我进去了电影院。太牛逼了，这个效果。对啊，效果太震撼了，就像 IMAX 一样。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超过一般的电影院了。我要试一下我刚买新的游戏 Just Dance。我发现这个激光电视和投影仪不太一样，我在电视前面跳舞，完全不用担心挡住光源。100寸的大小玩游戏也更爽。不看的时候还可以当一个装饰品，可以显示画和风景，就像在客厅里面挂了一幅画一样。我拍一个视频发给我妈妈，让她看看我们村有没有这么大的电视。Novi televizor。都是我写的。你不给你妈妈看一下多么大？就告诉一下 Kiloki。那个切压压光。我已经很期待爸爸妈妈再来我们家住几天，然后我们一家可以用这么大的电视，让他们也体验一下我在中国的生活有多么爽。